身上有伤，别喝酒了。那日我们在太清宫，现在想起来，真是恍如隔世。是啊，阿英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 打起来了，打情骂俏，先打起来自然就和好了嘛。再说了，就算打起来，你们家那个十七郎他能吃亏吗？别打扰他们了，咱们走吧。去哪儿？我有点饿了，要不咱们去吃唐敏家的点心吧？我一直听说他们家的点心在东都特别有名，一定很好吃。我想去尝尝。走，我带你去。 什么？你手上的伤好些了吗？棋子磨好了，手上的伤自然也就好了。 在潼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做了。本来一直想着找机会送给你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你是一个忘情负义、见死不救的人。我还是烧了算。怎么能烧了呢？你要是不生气的话，只要你不生气，哪怕你一天骂我1000句、10000句，我都会乖乖听着。 呸！谁愿意骂你？我戴给你看好不好？我一只手记不好，能帮我记一下吗？它不够紧。 你看一下嘛，要不然你不就白送了吗？嗯，我看看。 Thank you.
你我终究是敌非友，今日一别，再相见时恐怕要在战场上以命相搏。耳朵呢？他晕过去了，我多次了良辰，保管他三天都醒不过来。真狠！下回教的好。你叫我呀？嗯？秦王殿下好计策。哎呀，这不是将计就计吗？那日看到桃子给长耳的药单，就有所怀疑。果不其然，你们不仅通过药铺联系上了崔家军，还故意演了一出好戏，为的就是让长耳真的以为桃子为我美颜。而你也真的被说动了，就是为了设一场宴赐晕我，以便逃脱。所以你早就知道了，就一直看着我们做戏。我这不是了解你吗？不让你试着逃一次，你怎么会甘心呢？好了，现在就带你们回到你们的住处。嗯，走喽。大都督，前往崔家军中的使节被崔毅抽了一顿鞭子逐了回来。哼，哎呀，崔毅这个脾气啊倒是一点都没有改。崔家军的前锋已经到了九曲口，看样子是想渡河。若崔毅渡河，与李逆联手合围夹击西长京，京中又人心动荡，只怕于大局有碍。大都督，咱们要不要趁他渡河中流击之？崔素来老辣，他若是敢从九曲口渡河，势必要想到那里河滩水浅，渡河易，伏击也不难。不对，他是不会从九曲口渡河的，八成是虚晃一枪。崔的儿子不是被人劫杀了吗？我看他此番未必是冲着咱们西长丁来的。放他渡河。大都督，若崔家军渡河之后与李放他渡河，他若是敢火中取栗来攻我们西长丁，那我就跟他决一死战。他要是奔洛阳去，那我就派出兵马趁隙剿灭李逆。
小心点。桃子，你们家校尉身体如何？还缺药材吗？托殿下的福，药材倒是不缺了。你心里明白，我们校尉的病都是被你气出来的。哎，这可糟了。说些让你们家校尉更生气的话吧。由于汲取了这一次教训呢，我又重新派重兵，把太清宫这里里外外都围得跟铁桶一般。我更是派了几十名斥候，又把每一个出口死死地盯着。这次你们若还是想逃出去，我都替你捏一把汗。秦王殿下，想必你已经计划周全，准备在西长京城中一击必中了。这再严密的计划呢，都会有纰漏，谈何周全？又谈何一击必中呢？既然还没有周全的计划，那不如这样吧，我来替你谋划，杀了孙静，然后你放我离开，如何？这不划算，我不答应。哼，我既然不知道殿下如此看重于我，小小女子难道还贵重过孙子呀？崔乙独女，自然贵重过孙子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们校尉是大将军的女儿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怪不得你一直不肯放我走呢。桃子姑娘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几句话想对你们家何校尉说。其实我在救了你之后，我写了一封信给崔大将军。崔大将军，逢崔家军遇袭，恰在左近，昔为之晚矣，令公子多贺。幸其救得阿莹，深可慰大将军之心。阿莹安然无恙，于镇西军中休养。唯望大将军率大军与镇西军同取西长京，灭孙贼，平叛秦王，借必可令凤凰归巢，完璧归于赵。我说你安然无恙，恳请他与我一起平叛孙贼，收复西长京。崔大将军虽然回了我的信，但殿下想说什么？不如就直说吧。我也终于知道，当初率娘子军力战不降在瀛州郡城的武烈夫人，就是你阿娘。武烈夫人姓贺，所以你化姓氏为何，自称何氏。我这几日就常在想，武烈夫人是何等英杰啊，崔大将军又是何等人物，才能生出你这样的女儿啊。你这是在打探？是啊，崔大将军其人我没有半分把握，所以只能这样请教喽。那或许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就会知道父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为什么？我总觉得他跟你一样聪明过人，是个十分厉害的角色。不知道我这样得罪他，他会如何发作呢？父亲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你拿我威胁他，父帅会作何反应自是不必说。若是你落在了他的手中，八成他会拿鞭子抽你。哎呀，那我可得小心点，不能落入他的手中。大将军，前锋诸部
你尽数渡河，中军报应吧。罪魁祸首竟然藏匿在洛阳城中，敢杀我儿子，我崔家军当然要还以颜色。什么？ 崔乙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何校尉就是崔林，死了的那个崔林就是个幌子。嗯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石七郎，你是为了娶那个何氏，所以编了一通瞎话来骗我的，是不是？你仔细想想，从前崔公子对何校尉的态度，你再仔细想想，我有没有必要骗你？ 原来如此，所以你才把他扣在了太清宫不肯放他，然后在这里布下重兵，你是想用他来胁迫崔乙？这怎么能说是胁迫呢？自然是请平凉大将军崔乙，看在我们镇西军元首相救他爱女的份上，与我等一起擒王平叛。 收复西长卿，喝药啦！来来，今天秦王送的花还挺好看的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？ 变成什么样了？变回我们家以前的小姐了呗。哎，我想着，过几日，兴许就能回到父亲身边了。这病若是总好不了，岂不是要让他担心啊？你已经想到脱身的办法了？只怕父亲已经率军赶到洛阳城外了，局势风云变幻。 这个李逆，困不了咱们太久了。那太好了，我只是在想，要是公子能够侥幸脱险，那就真的太好了。不然。 这会是我终身的遗憾。好了，如果公子知道的话，他也希望你能够不要多想，保重好自己。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，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安慰。嗯，这是母亲训成以后。 孙静果然出兵了，他兵分两路，一路去了洛阳，一路直奔咱们大营来了。果然被你料到了，孙静这个老贼，真的趁崔乙攻打洛阳城之机，派兵攻打我们镇西军，而且还派了一支军队去了洛阳城，看来是想白捡这个便宜啊。那我们就先在这里。
杀他们个猝不及防。天气都凉了，哪来这么多花呀？哎呀，秦王不是命人每天送来一束花吗？我就把这花瓣、花蕊啊都给摘下来，能入药的入药，不能入药的就入浴，绝不浪费。我们家桃子还真是不嫌麻烦呢。嗯，每天待在这儿，闷都闷死了，总得找些事情做吧。这之前秦王送来的衣饰还真是挺好看的，小薇，我觉得你还是这样打扮最好看了。嗯，你呀，就是喜欢我打扮成这美娇娘的样子。咱们校尉在军中那也是十分的英姿飒爽，但你难得像今日这般精心打扮，我还是觉得你这样最美了。哎，今日怎么秦王迟迟没来？我猜他肯定是被什么事情给绊住了，搞不好副帅已经到了。洛阳城里可得争口气了，能挺一刻是一刻。若洛阳城破了，孙晋的人马马上就会调转过来和他们会合，来夹击我们，到时候啊就大大的不妙了。老四，嗯，咱俩赌一把。什么？就赌这洛阳城他能守到几时几刻。不跟你赌，不跟你赌，洛阳恐怕是一时半刻也守不住。嘿，哎呀，一帮莽夫，如今只能指望崔乙能够阻孙敬一族了。我虽然是猜测，但是八九不离十。这些年崔家军都以公子的名号在外征战，副帅一直久居瀛州，但一招出手便大破孙敬之军。李逆这个人心思缜密，他摸不清副帅的行事做派，便不会轻举妄动。那秦王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他想跟大将军开战？上兵伐谋，其次伐兵。李逆的上上之策，肯定是想拉拢副帅，合纵连横，收复西长京，力保李氏江山不失。啊，这个李逆想的还挺美的。小姐，你可什么都别跟他说。这次大将军来了，可得好好揍他一顿，给咱们出口气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不跟他说。再说了，副帅是何等人物，又何须我说呢？十七郎，俘虏已经全部安排好了，而且还有些伤兵也给他们上了药，咱们这一仗又折损了孙敬不少人马。撤，撤，咦，十七郎，崔毅于申时从丰台门攻入洛阳，新王和齐王还有陛下皆无消息。哦对，崔毅还派人送了封信过来。今奉陛下及信王、齐王于洛阳，以贤义之诚，望殿下即刻送还我崔家军人，否则必提兵相见。果然是有其女必有其父，真的是半点亏都不肯吃。殿下，请用茶。来，谢谢。是护腕还带着呢。是啊，取银针时费了些功夫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取下过了。连护腕都只有这一个，殿下何至于如此窘迫？
若有人愿意再送我一只，我自然乐意收下。殿下军务繁忙，既特意到此，想必是我父帅令殿下看到了他的诚意。我之前呢还好奇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与你简直是一模一样。你不愧为他的女儿，他也不愧为你的父亲。这话如何说啊？你的父帅呢已经不费吹灰之力攻入洛阳，我父亲和两位兄长全部被你的父帅俘获。父帅生性豪爽好客，想必陛下也会十分适宜。你说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是像你父亲多一点还是像你母亲多一点？别以为你跟我说这些甜言蜜语我就会忘了你把我关押在此处之中。你父亲这般好客，我哪敢再留你，只是今次一别，再相见时不知何时何地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放我走啊？崔大将军写了信，说希望明日就能见到你。我哪敢不从啊？明天啊。明天。实在太快了吧。那你试试。你真的做出来了？嗯。你能听到？啊，以后只要你吹响它，我就会立刻到你身边。我在这儿呢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吗？我很喜欢，我就是想吃猪耳朵。我跟你去吧。哦，你别难过，我很快回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真的要现在去买猪耳朵吗？那，你不是说你想吃吗？你呀。真是蠢得不可救药。十七郎，
你不是说这周围有重兵把守，还有好多斥候吗？是啊。那如果我们从这儿悄悄溜出去，会有人发现吗？试试。来，比谁先到马厩。好啊。迎着霜，你的根紧握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漂泊万里边疆，遥相望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告别离，当相遇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殿下，不知道这样算谁胜谁负，那就再比一比，看谁能先到乐游原。京都果真很美啊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，你究竟是怎么样知道我的身份的？崔家大小姐的气度自然不是普通人可及啊。我的身份还有和公子的关系别人都不怀疑，怎么偏偏就你能看出来？当初呢，你骗我说你是崔公子的侍妾，我便对你的身份起疑，于是我便设宴试探崔公子，更是佐证了你的身份并不简单。你和你们家公子名为主仆，实则他对你更近几分，加之洛阳城之前我又撞破了你替你们家公子上阵御敌。我就知道当时你挑开我的面具不免会疑心，可是当时我只是带公子上阵，你又如何能确定我就是傅帅的女儿？当日你在潼关不顾自身安危也要救崔大将军，在旁人看起来可能全无破绽，但经过我细细琢磨之后，我总觉得不对，终于就被我猜到了。原来你早就知晓了。你知道吗，我常常在想，如果你不是崔家女儿，我也不是李氏子弟，我们之间会不会就不会有这么多隔阂和波折？十七郎，身份天注定，你我都无可奈何。是啊。当初战乱突起，我以为这乱世是无人能救了，不忍看天下黎民百姓遭受战乱之苦，所以便请求傅帅让我跟公子率我们崔家军南下，当时不过是为了能够早日让天下平定，但是没想到李家却出了你这样一个人。初遇之时有没有令你颇为头疼？彼此彼此。十七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有一天可以收复这西长京，此番大乱平定之后，
那天下究竟需要一位什么样的君主？你的父皇年事已高，信王、齐王皆非良主，还有太孙。我想将太孙寻回来，劝说父皇立他为储君。他天资聪颖，辅以良师，未来一定会是一位好君主。那如果太孙寻不回来，又或者你的父皇根本就不愿意立太孙为储君呢？我们私奔吧。待到天下太平，寻回太孙之后，我们就离开西长卿，一起去牢兰关过逍遥自在的日子，好不好？虽然知道不是真的，但是听你这么说我还是很高兴。当日我们约定，等到海清河宴之时同游乐游园，可惜天下未定，明日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。会有那天的，到时候我们就先游乐游园，再去牢兰关，我们一起骑马驰骋，去看看这山河，好吗？好。分开，再见，就不知何时了。当日夺你所爱，今天完璧归赵了。你跟你们家公子真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？我看你是对这件事情尤为在意。那当然了，我第一次见到你们，你们就那么亲密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问？公子他八成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清楚，我心中便不再有猜忌，以后呢保证也不问了。公子的本名叫做柳成风，小的时候他救过我，他父母早亡，所以爹爹就把他收养成了义子。我阿娘年轻的时候受过伤，身子不好，所以跟阿爹结离十年也未生育。但那个时候爹爹已经是边陲大将，朝中为了牵制爹爹，借口他无子，非要赐给他一位夫人。后来阿娘心一横，到处研医问药，最后终于有了我。可惜还是无法应对朝廷，阿爹便谎称自己生了个男娃，按照崔家的排行取名为崔林，奏报于朝中。
原来如此。后来，阿爹在瀛州对抗解数，阿娘力战殉城，朝中追封阿娘为武烈夫人。阿爹感念阿娘的情谊，再未续弦。后来阿爹也把我当成男孩一样养大，但在我七八岁的时候，女孩的样子再也掩盖不住了。阿爹就让柳成风顶着我崔林的名字在军营中行走，以免我是女子一事被揭穿。公子因为我从小到大遭受了不少危险，就连他的名字也不被人所知，所以他活生生的活成了我的影子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他当作兄长，自然要比旁人亲近一些啊。你把他当兄长，他心里可不这么想。他都已经不在了，你还要这么介意吗？嗯。怎么总是说我？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顾相家的那位小姐十分中意你，在西长京的时候还不顾危险到客栈来给你报信，你就不感念人家的情谊吗？顾小姐同我和我同她可不一样，她十分中意我，我又不中意她，只好令她失望了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十七郎，你唱首歌给我听好不好？我哪会唱歌啊，我就只会哼一哼劳兰关的小曲。劳兰关的小曲也好啊，我想听。这些乡野民歌可比不上阳春白雪，都略显粗糙了一些。崔小姐，多担待。绝不嫌弃。好。老兰河水十八弯，第一弯就是那吟松滩。吟松滩里的鱼儿飞呀，比不上那姑娘推开了窗。老兰河水十八。唱得不好啊。是有点走调。那你还让我唱？但是很好听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们认真唱一遍。好。那我要认真站起来唱了。嗯。老兰河水十八弯，第一弯就是那吟松滩。吟松滩里的鱼儿飞呀，你要再不醒来呢，我就要起你了。我真起你了。
着你的手，直到时间的尽头。十七郎，我们走吧。